者黄良杰高雄报道，25岁连姓女子经岑酒后骑乘机车遇上新兴警分局巡逻车，据亭接受警方拦检，不时逆向又闯红灯，即使巡逻车尾随地鸣笛警示其他车辆，一直到连续转弯打滑自摔，女子并无大碍，但她的酒测值零。36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今天凌晨3:09许，自强所巡逻警组于辖区成功一路与民生二路口处东向西慢车道，发现一辆双载的机车违规红灯左转，再由成功一路北向南直行，因车速相当快，原警认为不单纯，警组区前欲拦查，不料连姓女骑士拒遭不停车受检，反加速逃逸。警方尾随于后，连女却连续闯红灯逆向行驶，警方以行车记录器搜证其违规行为，连女骑至成功一路与四维四路口时，疑因车速太快，转弯幅度过大，紧急刹车失稳自摔，原警见状冲上压制连女和后座友人，两人身上飘出浓厚酒味，现场实施酒测，连女酒测值高达零。36被警方上铐逮捕带回侦办。